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那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呢？这是一张波子模拟器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然后它旁边有一些功能，我们就来试一下吧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哇，我波子变硬了。然后呢，它就一直抽动。欸，它还有舌头欸，我看大家一直在舔欸。这能怎么舔吗？我给我试试看。到底是一款什么？这边有一个超长脖子的功能欸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来咯，3、2、1。哇，那用这个超长脖子能用舌头吗？我试试看。过去啊，哇，过去过去，哇，我的脖子那么长，要怎么走啦？走不动啊！哎，他那个谁啊？哎，我脖子太长啊！要哦，我先关掉，先关掉。而且这边有一些设施哎，不然我们先试试看这些设施好了。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摩天轮的，应该可以用舌头直接舔过去吧？有人在飞，哇，有吗？哎，我卡在墙壁啦！等一下，过去啊，上不去，要用走的啊，好像不能用舌头哎。我来看一下这个摩天轮能不能搭，应该可以吧？走这吗？哦，进来了！哎，不要阻碍，不要阻碍，拜托！我把门关起，等一下。然后在这边用一个超级脖子，哇！等一下，我好不容易上去的，哎，好，我放弃。那摩天轮太难搭了，我来试试看其他功能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脖子直升机是吧？我们试试看，脖子直升机。咦？哦，还真的在转呢、欸，跟那竹蜻蜓一样。可以动欸，可以动欸。那这个搭配这个超级脖子会怎样呢？我试试看。来咯，3，被搞定。哇，被黏住了，谁啊？来咯，3、2、1 ，Go！ 哇，有在转吗？转不起来啊，脖子太长了，转不起来啊。我来试试看这方块是干嘛的啊？我用这个脖子，用这舔过去。哇，等一下，我头是不是断了、啊？我的头呢？啊，我的头在这。好晃，好晃，好晃。这个是让你断头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还没试一个东西耶。这里有一个能够让脖子变很硬的，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超长脖子，然后加上这个脖子变很硬的，没办法立起来啊，太长了。好吧，把它用断。哎、欸，跌下去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神秘的洞窟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谁啊？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哎、欸、呀，这有个小缝哎、欸，能通到哪？一直往下走吗？一直往下走看一下，缝也太细了吧？还有吗？下面没有东西耶、欸！咦、欸？啊！救援枪啊！救援枪！好了，回去，这边没什么东西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功能啊？这边还有一个双重脖子。咦、欸？来试试看。哦，就这样啊，长两个脖子。哎、欸，那可以试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试试看这个双重脖子，然后加上直升机，这样会不会飞比较快、啊？有吗？哎、欸，会乱飞、欸，因为两个脖子的关系，我没办法控制。呀，还有人往上啊？不行啊，这双重脖子跟那个直升机不能搭配啊。那我们用这个超级脖子跟这个双重脖子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、啊。来喽。现在我们先用超级脖子，然后等一下，
这边是怎样啊？仓鼠区啊，我的脖子卡住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然后再来双重脖子，哇！我被黏住了，我变成怪物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进去，我们进去这个仓鼠的这个滚轮爬一下看看吧，看有什么效果。进去进去，哎，进不去啊！喂，我先把脖子变短，先把脖子变短，这样应该可以进去了吧？想想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滑这个超级脖子，之后再双重脖子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不动了？怎么不动？哎、欸，坏掉啦！让我过去啊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超长脖子，然后双重脖子，我看不到自己啊！啊，不管了，再加这个直升机，有什么效果吗？双重脖子加超级脖子，还有加直升机，再往上吧，再往上吧，我带你们飞啊！转不起来啊，只能转得很慢啊。好了，把它缩小。哇，还真的可以起飞！我要搭！哇，我要，这样有吗？起飞吧！哎、欸，我真的坐进去了、欸！哇！啊，可以控制吗？我卡住了，来吧，进去，有了，哎，进去，驾航，有了，起飞咯，超长脖子，开始甩，加倍，可以操控吧？不能操控哎、欸，就只能一直让它乱飞、欸。而且那裡有个 PVP 哎、欸，等一下来试试看，我一直拖着人走啊，是按这个就可以去 PVP 了吧？哦，有人要来 PK 吗？进来啊！咦，他们为什么？他是走不进来是不是啊？可以啊，来啊 ，PK 啊！为什么没有人要进来啊？大家不敢进来是不是？啊，有人进来了，哦、啊。可以让他损血、欸，呀、啊，我也有了。哦，就是想要把对方甩开啊！哇，哎、欸，不行，看来要用超级脖子对付他们啦、啊。来喽，有比较强吗？双重脖子，有吗？有比较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他们一直损血、欸，哇、哦，死掉了，被我舔死了，好猛哦！好啦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功能没有试，我们来试试看啦，蜈蚣功能是吧？来看一下是长怎样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可以爬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可以爬、欸，哎呀！那这个搭配超级脖子会怎样呢？我来试试看。哇，整个变超长的、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把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起使用，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大家会好奇吗？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先开这个直升机好了，因为我发现开其他的长脖子，如果先开的话就飞不上去了。每次看这个直升机头在转，就觉得特别好笑啊。我们飞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哪边比较好？这边啦、啊，好，就这了。然后再开一个超级脖子，哦，我头在转了，有了。接下来是这个双重脖子，哦，转起来了、欸。这次怎么感觉转的比较起来啊？哇，最后了，最后一个。蜈蚣来咯，要完成我们的完成体啦 ！Go！ 哇，太重啦，飞不上去，变得有点像气球在那边飘哎，然后也转不动了。
刚好有个洗衣机耶，来试试看，来试试看，过得去吗？先到这边吧，然后进去，进去，进不去，再转，再转了，我们被卡在洗衣机后面啦，死人啦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